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于四川旅游学院的刘勇，我呢是历史学的博士，我研究的方向呢主要是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。我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就是到世界许许多多不认之地进行极限探险，而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呢，我到过世界七大洲，超过100多国家。 This is top。这一次呢，我们将带大家来到位于嘉绒藏区的四姑娘山进行探险。Leung, it's nice to finally meet you in person. Welcome to 四姑娘。四姑娘山呢，有着壮丽的风景和多彩的嘉绒文化。Watch. Tongue feels weird. 四姑娘房不是。It's hard to get up. 兄弟们，欢迎，胜利哦！